10月31号，2020南昌飞行大会在江西南昌瑶湖机场开幕，共有来自国内外20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研究机构的400多名行业专家学者和客商参加。飞行大会上 ，C919 国产大型客机公开亮相。各支特技飞行表演队轮番献技，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。除了特技飞行表演，现场还有多种机型的飞行展示。相比上一届，本届大会在场地面积、展示类型、飞行器种类上都有所变化，带给观众更加精彩的视觉体验。感觉不枉此行吧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看这个飞行大会，看了以后啊，感觉这个飞行这个表演特别专业，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震撼。而在大会上展示的近100架各系列飞机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C919 国产大型客机。C919 国产大型客机是我国自行研制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载体客机。2008年开始研制，2015年11月2号总装下线，2017年5月5号完成首飞。目前6架试飞飞机已全部投入取证试飞工作。